睛猜不到，她原是叛臣之女，她的父亲和兄长都被太后赐死了。昭容受过情刑吗？莹儿，这人真是你的老师吗？他这么滑头，能教你什么？殿下，人不可貌相。玉芝将军，你快让羽林卫把这园子给围起来。你可知，这百宝园里住的什么人？难道是官员？